Hello， 欢迎回到影子游戏空间。那让我们继续探索这个地方吧。这地方我跟大家讲，真的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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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的地图，这应该是整个游戏中最最难的地图了吧？我在这里一直死，一直死，这种招出来的 NPC 真的有够变态强，而且又不掉宝了。虽然灵魂倒不少，不过他们会无限重生，所以说你有兴趣练灵魂的话，可以在这边练。不过有点难打，就是。是走到刚开始那边了，那不是，我不是要走这。哇！干，这样也中。居然打输！为什么打他没反应呢、啊？什么 NPC 啊？不公平！然后打他没事，他打我就有事，死了！在他挥刀之前要打中他。才4000灵魂，这么难打还4000。应该不是走这。拿大盾哦，换一下武器。大盾是吗？让你大盾。为什么我还是被弹走？大盾我还是打不赢。敌人的预感，我也知道。鬼！哎呀！够了，不要太过分了。这边怪物真的好强哦！死了！真的不是人玩的这个地图太 OP 了，每一只怪物都可以损你很多血。前面强敌刚已经够强了 ，What the fuck？ 够了，我先上去了，拜拜。喂，不要打我。痛要死了！
什么声音在哪里 ？Fuck！ 什么声音呢、啊？跳起来是对的吗？好像不太对，他们就在那边。这边有路吗？有路，不要断掉，这看起来就像会断掉的感觉。哦，キムチ？这是骗人，不是？给我好宝 ，Yes， 石头超重要的。当一夹击，哪里有敌人？这边好多血迹哦。啊，前面有一只蜥蜴，哦，这边有一只。OK。什么东西？Sorry， 他自己掉下去了，不关我的事哦，不是我害你的。哇，什么东西？干嘛？又是一只。哎、欸，我在里面了。怎么打？这个我怎么打？Hello， 我是要冲过去还是怎样？有没有一点提示啊？我冲喽！哦，好了，我知道错了 ，Sorry。喂，你们不要闹啊！现在没空。危险了！这一看就更危险的地方，又来一只 ！Oh my god！ 不要再招人形怪了，是人形怪很强。哎呀，掉下来了！至少这是防御力烂。给了我一把剑，看到你了。奶奶的，虽然不痛，可是有点烦。才150经验。我们要往上走吗？看一下上面有什么。这是死掉还是活的？有一个 NPC 耶，很难打的那一只 NPC。
看，又是你。没体力了。Oh shit！ 被他打中第一下，我第二下就躲不掉了，会硬直。哎呦！干嘛跳过来了？为什么我的剑会戳旁边？莫名其妙。那次我不想打了，不跟他打了，拜拜。根本打不赢。OP 脚。我要死了啦！欸，只剩这条路吗？没有萤火，完蛋了！快点，给我一个萤火！有没有萤火？拜托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！萤火，你在下面对不对？这是哪里？有没有敌人？有没有敌人？我随便被打一下，我就挂了。打不开，这样会补血。哎，血会补满，太好了，至少不会被打一下就死。虽然有可能被人家入侵，可是总比没有血好。没有血啦，只好找。哎呀，有萤火，啊，早知道不招了，有萤火就好。那我做萤火啊 ！Shit， 你可以啊，完蛋了，招人不能做萤火。啊，我没有补血瓶呐、啊，完蛋了，我死定了，没有补血瓶，算了。玉步向龙道者，请勿敲大钟。钟响后将无能人垢残存。什么意思？是 BOSS 的意思吗？我觉得好像是 BOSS、欸。我一个血瓶都没有了，不管了，敲敲看。Thank you.
遭到别人入侵，赶快招人来帮忙。看到他了，我们要打 boss 吗？怎么过去啊？是这样子哦。哦，我没有补血瓶了，我死定了。加油，靠你们了。打谁啊？冲过去啊！最后一下打不到。What the fuck？ 最后一下还打我，没有血瓶。奶奶的！他装备看起来好帅。呵呵，他跑走了，他生气了。我知道错了，你看起来比我屌太多。两位加油，我是看戏的。我靠！我想要换那个一次性使用的啊，死掉了。我没有血瓶啦，啊，真是太冤枉了。这个 boss 应该是整个游戏最难的 boss， 三人打都很容易死。我靠！剑气，直接摔倒，太霸道了！呜、哦，吓死我了！假动作吗？啊，中啦！
息。帅气，直接贯穿。哇哦！我看不懂他的招式，这是干嘛？看起来就很变态，落雷。致命一击！我的戏啦！耶耶耶！欸，他们还在，不知道他们还在。我们去了。好，我们这视频就先录到这边啦。那这个就是应该就是隐藏地图的最后一个 boss 了。谢谢大家收看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